围绕太子失踪一案，先是曹相公被害，后是全体侍卫被杀，看来我们显然是被对手监控了。现在形势十分的严峻，你帮他们清理完现场，马上到我的房间来。那大人的意思是？分析案情，寻找突破口。是。这杀死曹相公的主使会是谁呢？来，曾大人，这江东局势是何许？这个，吃咱的，我还真不太清楚。啊，不认识。他又不来看我。紫嫣怎会认得他？啊！行，还有那22名侍卫之死，曾太啊，你对我说了谎。大人，卑职不敢。大人，卑职按照您的吩咐前去驿馆。传唤李泰和李俊，没想到半道上突遭歹徒的袭击。驿馆怎么了？22个东宫侍卫全部被杀，无一生还呢。太子失踪，8位民女也失踪了，曾太因何久不立案？差官，行行好吧，我等8户人家13、14岁的姑娘说丢就丢，我等聚庄有月未见回复，8条人命，依你说就罢了不成？此案既已通天，恩师又何必为这区区8户草民小女烦劳李将军御旨呢？曾太啊，这可不是你应该说的话。这个曾太怎么会如此的陌生的呢？不，大人。啊，元芳啊，有什么发现吗？卑职复查了现场，没发现什么。大人，您寻找到突破口了吗？哦，这是我刚刚写的一点劫略，你看看。大人果然也是这样想的。曾兄与我们以前认识的曾太，的确是有些不同。因此，我倒是有些怀疑这个曾太。难道他是假的？为了大局计，还是暂时与之虚以委蛇。那又是为什么？因为江州的局势在他的掌控之中，如果我们首先去惊动了他，处境会更加危险。我们在画舫，在馆驿，不就正是这样吗？所以不管他是真是假，我们都要绕开他的正面，从侧翼找到我们的突破口。大人，卑职调查民女失踪一案，倒是有一些意外的收获。哦，卑职跑了一整天，8户人家都跑到了，初步了解了一些情况。大人，这8户女子均是小康人家，正值28首领，平时很少在街上走动。据他们家人邻里说，这8户女子都是悠闲真淑，并且都有几分姿色。就在半个月之内，他们一个一个都不见了踪影。半个月之内？他们失踪之前有什么异样吗？据家主们说，没有。这8户人家住的是近邻吗？不是，他们彼此之间相隔甚远。那他们有没有与外人来往？他们平素各自营生，很少与外人接触。这样，明日我们一起去这8户看看。大人，这民女失踪与太子失踪能有什么内在关联吗？你仔细想一想，曾太关联自然就有了。对呀，8名少女失踪，他竟然迟迟不立案，这实在说不过去。可是大人，
如果我们这样甩开他，他能不知道吗？而且他若是再行作梗，我们怎么办？所以才更需要去迂回，去寻找战机锁定可行的突破口，同样都是在他曾太的管辖区内。如今太子与民女们无故失踪，谁能说二者没有关联呢？好了，今天好好休息休息，明天一早你带着我去那八户人家查看一番。是。我们已经走访了四户人家，却没有发现任何异样，还要继续下去吗？没有异样对探案的人来说就是最大的异样。好，那我们就继续找下去，直到找到异样为止。来点菜吧。来了。哟，李将军，狄大人啊，快里面请。大人啊，大人，不想今日大驾光临，草民李三感激涕零啊。哦，快起来，快起来吧。谢大人。李三呐，你女儿失踪的事情，李将军都跟我说了，我今天来是想看看你女儿的闺房。可以，小女自从失踪之后，她房间的东西我们一直都没有动过。大人，我们苦啊，仰仗大人给我们做主了。大嫂啊，不要难过啊，我一定要为你们找回女儿。那我们现在就去看看吧。好，大人请随我来。啊，大人，这就是小女的闺房。大人，就是这家的女儿，她在失踪之前每日都喜上眉梢，关起门来不知偷偷忙些什么。李三啊，你家女儿失踪之前有什么秘密瞒着你们吗？大人，小女最是孝顺，就在她走失大概十几天，就是她母亲四十的寿辰，据小的猜测，她必是偷偷为母亲准备生辰礼物，想借势给爹娘一个惊喜，所以与往日不同，总是喜上眉梢，可又自己关门操持，不令我等知晓。那他失踪之后，这礼物你们见过吗？就是一个香囊，将军来的时候本想拿出来，当将军说要等大人亲临勘察，所以一直未敢妄动，现在还在小女枕头底下压着呢。哦，拿出来看看。哎，就是这个小小的香囊，可惜我的女儿不见了。大人，您是不是发现了什么？杨长安，你看这香囊，这是什么图案？这不正是一个情花图案吗？什么？情花？会是情花？怎么，你们见过情花没有？大人，没有。这情花虽为江州情花观所产，但自隋灭以后，情花枯萎，后来唐朝皇帝以为此花不祥，便下令收缴所有情花制品，烧毁情花字画及图案，小的虽世居江州，却也不曾亲眼见过，今天若不是大人提起，小的还真不知道女儿所绣便就是情花。这情花已被封为韩国夫人，尔等身为江州百姓，难道未曾去看过这情花吗？那时正是小女失踪，小的哪里还有心情，况且太子亲来敕封，官房甚严，小的一介草民，就是想看也不得其门而入啊。那你女儿这情花图案是从何而来的呢？大人，小女绣工精湛，
常有富贵人家子弟或烟花女子向小女定制绣帕，小女按图刺绣也是常有的事。这琴花图案来自他人也未可知。那定制绣帕之人你们可否认识啊？不认识。只有一位沈婆常来收取活计，并无他人过往。这沈婆却是何人？这沈婆有一手绝活，精于白描和刺绣。这几年她名头日盛，常常忙不过来，也就分些活计给我们这些小户人家的女子。这些闺女也乐得跟她学些手艺，贴补家用。那你女儿失踪之后，你们找沈婆问过吗？问过，可她也不知道我们的女儿去哪了，这可如何是好？哦，这沈婆家住何处，你可知道吧？知道，就在后山不远处。哎，李三愿带路前往。哦，那倒不必了。这香囊我们就拿走了。那就拜托大人了。元芳啊，走吧。大人慢走。大人，此处如此僻静，又是这般难找，若是一般女子恐怕不敢独自居住。这沈婆确实有些奇怪。也许这女子确有过人之处。元芳啊，敲门吧。好。大人，门是开着的，小心呐。看来是有人来过了。元芳，我们还是来晚了，快！大人小心。元芳啊，我看此人功夫了得呀。此人功夫确实不错，可是对我二人似乎并无杀意。可是对沈婆就不一样了。你闻这么浓的血腥味，快进去看看。大人，看来这沈婆是被刺中颈部，血迹四溅，却没有立刻毙命，踉踉跄跄地挣扎了几步，所以弄得四周都是血迹。是啊，你说得很对，也许正是这一点让我觉得这现场十分的奇怪。大人何出此言？元芳啊，刚刚那个黑衣人的武功你是领教过的，以他那样的身手，要想取这样一位普通妇人的性命，应该是十分利落，但是怎么会弄得这般拖泥带水呢？那依大人所见，是何缘故呢？看来他是用这把剪刀刺破了脖颈而死的。是自杀？是的。
血迹已经干涸，他死去已经有一段时间了。那个黑衣人，看来他不是杀人来的。大人，难道是沈伯爵的东窗事发，所以自杀避罪了？有这种可能。不过我总觉得这个现场十分的怪异。大人，血迹已经干涸，看起来更像墨迹，不然会更令人胆寒。元芳啊，你说的非常好。大人，会不会是这样？沈婆知道黑衣人要杀他灭口，所以他选择了自杀，只不过在他死前他故意留下了线索，让我们知道他是为什么而死。说得好，刚才正是你这句话提醒了我。李三的妻子说过，这沈婆精于化工，倘若我们将这些血迹如你刚才所说当作墨迹来看，会有什么发现呢？大人，这左边的墙上有三道横向的血迹，右边的墙上有三道竖向的血迹，这沈婆的尸体旁边又有三道竖痕，沈婆的周围淅淅沥沥的，似乎围成了一个圈。沈婆的脚下还有两道横痕，可是这意味着什么呢？元芳，我来给你写一个字看。正是，元芳啊，如果把沈婆的尸体看作一个人字，那么他周围的这些血迹就会组成一个篆体的道字。道，情花冠，虽然还没有确凿的证据，但是联系到香囊上的图案以及围绕情花的种种怪异，情花冠确与此案有关，不容置疑。大人，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去情花观？事情没有那么简单。昨天晚上我们在密道中救下的那位侍卫狄虎，把他带上。他？为什么？他是东宫的侍卫，本来就应该成为我们的一个好帮手，协助行动。有了他的参与，也许还会少走些弯路。大人，那我们什么时候去查秦花观呢？现在去调查那位七侠观主，领略领略他那能令秦花变色的绝技。几位施主是？哦，我们是来瞻仰情花的，烦劳通报一声。几位施主请稍等。哦，看来这观主可真是聪明人呐！啊。无量寿福，不知钦差大人驾到，有失远迎。罪过罪过。狄某前来瞻仰情花，多有叨扰，观主何罪之有啊？听说这情花枯而复荣，花色如血，异常的怪异，被朝廷封为韩国夫人。狄某此次前来瞻仰，还望观主多为启蒙讲解。啊，不敢不敢，大人，里边请。哦，请。这股奇香
就是情花之乡吗？正是，情花被称为天下绝品，乃是无双之花，其香自然是非比寻常。这香啊，就连我观中人也觉得吓煞人呢。这倒真是奇异了。此花真是美艳殊绝呀、啊。狄某最近倒是研究了不少花草，除了前几年见过的纳兰提花，还真没有发现与它能够比美的仙珠啊。这情花不但香气袭人，而且花形美艳，真是数载难逢啊。狄某还真是要好好的鉴赏鉴赏啊。但凭大人高兴，请自便好了。哦，观主如此说，那狄某还真是要唐突美人了啊。狄春呐、啊，哎，啊，大人这是何意呀、啊？莫非是要把她带回去泡茶喝吗？本官虽然寒薄，但清茶一盏还是有的。哪里哪里，狄某向来喜欢花卉，常采些标本以为收藏，此番更想着取些花屑回去与收藏的纳兰提花做个比较。不过要说到泡茶，早就听说观中清茶驰名江州，与情花堪称双璧，狄某正要讨一杯吃啊。太好了，大人，这边请。好，好，请。不知这观中花匠乃是何人呢？花匠陶三，乃是世代相传的养花高手。这次情花复荣，他的功劳还真不小呢。那狄某能否见见此人呢？大人要找他问话。啊，这情花美冠天下，我是想问他，若要移植北方，能否栽培？去唤陶三来，大人请。哎哎！哎呦，大人，您可要小心呐！啊、大人，这是花匠陶三。花匠陶三参见大人。哦，起来起来。敢问这情花可是你培养的？正是。前隋灭后，情花枯萎，如今情花复荣，你作为花匠，可知其中原因呢？大人，这百草枯荣，花开花落，乃天地造化之功，小人虽是花匠世家，也不过是顺天应时，因势利导，按照花草自己生长的规律呢，翻弄一些添枝加叶的小技而已，这其中的道理却也不是十分明白。哦，至于说到这情花，确实于前隋亡灭之时就枯萎了，只是观主觉着可惜，一直未准翻耕，另栽别种。谁成想，这花株枯萎多年，今春哎，竟萌发出了几只嫩芽儿。观主大喜过望，遂唤小人来加以培植。你可曾见过这血情花？这却不曾。曾听说过？也不曾。那若是将这情花移种北方，可以栽种吗？新发之花南橘北枳，水土不同，北上恐为不妥。哦，好了，你先退下吧。大人，凉亭中清茶已然备好了，还请大人赏光。好，啊，请。啊，大人，为何您的靴子上有蚊蝇聚集？这大概是刚才踢翻了花壶，靴子潮湿所致吧。
观主，你这里可有红色的雨伞？有啊，我名七侠，最喜红色。大人可要用吗？正是，请速速拿来。快取我的红雨伞来。是。大人。哦。观主，请马上传陶三到此，他的壶中有血水。快叫陶三来。大人，你何以知道这壶中有血水呢？我适才就发现，这浇花的壶口有蚊蝇聚集，于是故意踢翻了花壶，撒了些壶水在靴子上。蚊蝇果然又聚集而来，十分的可疑。当然，其他的肥水也能招来蚊蝇，所以方才我用红伞遮了光，只余红光照进来，而排除了其他的可能。这靴子上的水渍中有灭迹显现，不是血，却是什么呢？啊，观主，陶三中风了。哦，快去看看。啊，走。迪春呢？去把那个壶拿来。是。这可怎么办是好啊？观主，这大人，起吧。大人，卑职已经封住他的穴道。陶三是怎么发病的？你们看到了吗？大人，我也不知道。我等一直在花园中伺候，奉观主之命前来唤陶三。来的时候叫门不应，听到里面有呻吟，于是就叫了几个师姐妹撞开了。进来的时候就已经是这般模样了。大人，壶取来了。是我刚才踢倒的那一把吗？正是。观中的人说这壶是陶三特制的，没有第二把。先把它带回去吧。是。七侠观主，现在观中出了命案，姿势体大，有些事情狄某要向你们询问一下。但凭大人发问，七侠不敢隐瞒。你是何方人士？究竟是何时来到这情花观的？大人，说来让大人见笑了。七侠乃本地人士，年幼的时候因家境贫寒，寄身风尘。十年前，幸得一有心人助我脱离苦海，后来又得一高人指点，出家修行至今。情花观因情花枯萎，众人以为不祥，一度废弃。也因为七侠酷爱茶道，与三五茶友除金斩吉，饮泉种茶，故慢慢的就恢复了香火。刚刚我询问陶三写琼花一事，他欲言又止，好像是隐瞒了什么隐情，我想他竟为此丧了性命。你既为观主，对情花关心备至，你可知道
这秦华的背后有什么秘密的隐私吗？大人，对于此事，七侠确实略知一二。哦，请讲。秦华复荣，七侠大喜过望，便请了陶三来培育秦华。可当陶三看到秦华花样时，竟十分痴迷，日日夜夜有意的栽培，连家都顾不得回了。他虽然年事已高，可毕竟是个男人。为了避嫌，我就在花园里面为他造了一间小小的花棚供他居住。没有什么事情，道众们是不会过去的。看来在观主的治下，观中还颇为紧促啊。是。可就在秦花开放前，陶三突然来找我。他神情彷徨，他对我说，秦花形似异样，可能要开出血秦花。看来这陶三还真知道血琼花的隐秘。我当时吓了一跳，问他何为血琼花，他说他也不知，只是听他祖父说过。除非……除非什么？大人，陶三七窍流血。不必惊慌，这是中毒的典型症状，但是我经仵作验尸，不知道毒下在什么地方，而且毒发缓慢，刚才我用银针试探，没有丝毫的反应，可见此毒非比寻常。狄春呐，哎，去把仵作叫来，今天我们要现场解开陶三之死的谜题。大人，陶三他说，说秦华深得天地造化之功，除非……除非什么？除非有人施咒，放血血色。诅咒？此话怎讲？只是民间的传说，所以我当时只是当闲话听罢了。事到如今，如果妄传的话，我怕……惹出是非来。既是传说，狄某自会衡量各种曲直，观主但说无妨。大人，秦华自隋灭后凋萎不现，真正的原因无从而知，民间的传言千奇百怪。陶三跟我说，隋炀帝当时非常贪恋秦华，挤下江州，集苍生之力开凿运河，黎民古稀，丧者无数啊。他在江州目睹秦华开放之后，痴迷秦华的程度接近病态，终日离不开秦华，沉醉其间不可自拔。只是不想他最终被宇文化及所逼，而死于此地。传说死前他发过诅咒，天下所有情花将随他一同凋败。这群逆贼犯上作乱，我不得好死。我是上天任命的君王，天要亡我，我也要亡天下。隋炀帝还曾诅咒说，天欲亡我，他日等秦花再次开放时，花开之地黑云压城，草木荒芜，遇花者死于非命，而当朝者定会遇血光之灾，且崩后悲无片语，永无正事。我的诅咒会使天下秦花尽皆凋敝，你们这些逆贼必遭天谴。大人，贫道也只是觉得这是民间的奇谈怪论罢了，所以并没有当真呢。
大人，仵作来了。大人，卑职听说突发命案，就立即赶了过来，是否即可验尸？对。大人，现场验尸不宜多留外人。哦，观主啊，观中是否有其他的静谧之所？有，请大人移步后院。好，你验吧。哎呦，客官原谅，客官原谅。近日气温回升，尸身已呈腐败迹象，但四肢完好，周身没有致命伤痕，只有几处擦伤而已。唯有死者七窍流血，口中留有黏沫，眼睛上翻，似是癫痫病发窒息而死。可此证没有出血的现象，从死者七窍出血来看，似有中毒的嫌疑。可大凡中毒出血的死者，血都呈暗黑色，银针一探便知。可此人虽然出了血，却血色不黑，银针也验不出毒来，故而小的也不敢妄断了。帝春呐，去把门打开。是。大人，四是对这文银格外关注。西夏观主有所不知啊，这文银虽小，但是它能帮助我们更加看清一具尸体。你看，此物是血，它们大多聚集于桃三出血的部位，但是还有一部分纹银却一直在它的头顶盘旋，这说明什么呢？说明死者头部可能另有蹊跷。这根钢针刚好扎在陶三的百会穴上，而且针上有毒。院方狄虎啊，你二人武艺高强，说说是怎样的功夫才能办得到啊？大人，若是针灸，一般的郎中都可以很容易地找到百会穴。可是想将这么长的钢针轻易地通过百会穴没入大脑，就需要极其精确的准头和极强的腕力，否则极难办到。此等功夫确实厉害，即便是我与元芳，恐怕也不及啊。向来凶手是偷袭，陶三可能尚未察觉，便丢了性命。这下手之人，不可谓不阴毒狡诈，而且从他下手的速度来看，应该就是陶三经过询问后，回到花房之时。这么短的时间，足以说明凶手就藏身在道观之内，很有可能就在当时在场的众人之中。他定是从陶三的话语中感到了威胁，于是果断地将他灭口了。这么厉害，那大人到底会是谁呢？是谁现在还不好说呀，
大人，您看，他的手臂上似乎以前有一个刺青。把蜡烛打开。这个家伙竟然是徐敬业叛军中的人。大人，卑职10年前曾经跟随过苏孝常将军挥军夜袭徐敬业，孝常将军身亡，敬业兵败，其手下的兵勇手臂上都刺着陶武二字。这陶三是徐敬业的部下，这倒颇耐人寻味啊。大人，观主曾大人求见。哦，请他进来。是。大人，我出去一下。去吧。